好不容易控制的魔兽，大部分都掉下悬崖挂了。哼，看来不能小看木之兰。可恶，我还是好生气，我费了那么大劲，结果连木之兰的点都没见着。需要控制的魔兽变少了，大脑的负担变轻了不少。神清气爽，思路也变清晰了。为什么他不在悬崖边呢？不，为什么我会以为他在悬崖边呢？难道是气味？充当监视作用的魔压被我消灭后，严晶晶控制的魔兽群只能凭借气味继续追踪我的行踪。虽然通过气味得到的方位很模糊，但他只要操控足够多的魔兽，获取更多信息，再加以计算，就能推测出我的精确位置。还是小心点为妙，我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。我的优势竟然被他反利用了，算了，已经失去先机，我得抓紧离开这儿，还是边走边想吧。木之兰第一次改变方向时，魔兽群就向着他去往的东南缩小包围，随后他利用风掩盖了自己的气味，再次偷偷调转方向。那会儿我以为他是在情急之下随便选择的方向，如今看来是被他算计了。魔兽群是往东南去的，他应该在反方向，也就是森林的西北方向。以他现在的移动速度，他大概在森林西北靠中部的位置。找到了。那么快又被找到了。木之兰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不过很可惜，第二局依旧是我取得了先机。继续跑，不要改变方向，这是最后的区域了。看来木之兰也在找我的位置，他应该是先画出范围，再通过风系灵力慢慢排除，最终来锁定到我。哼，真是难缠的家伙。不过在找到我之前，就让我先来消耗消耗你的体力吧。我可没功夫消灭所有的魔兽，差不多限制一下就行了。飞行魔兽机动性很高，对于很多灵术师来说是很棘手的对手，但对使用风系灵力的我来说，这类魔兽最好对付了。风神剑，青矢，连射！好快，不过威力不足，躲不开了。但是这种程度的威力，应该没法造成致命伤。那是冰的翅膀，威力也太弱了。什么？看来这个力度正好可以击穿这种魔兽的翅膀，那开始慢慢收拾他们吧。不论是用风系灵术操控气味也好，远程启动陷阱也好，还有刚刚不停的微调风剑威力也好，他的实力都不容小觑。压制，所有魔兽都加强压制。既然威力提高了，他的攻击就不可能那么频繁。风神剑，青矢连射，那么多剑没伤害，可不敢耍我。你们竟然混着能造成伤害的剑，必须调动所有魔兽的视野进行计算，把剑的规律找出来。不要试图拆穿我的攻击，有些剑看似纤弱但威力无比，有些剑看似强悍但细弱无力。我为了你可是煞费苦心呢，换句话说，你是不可能看穿的。不准！我一定能看穿。不要太过于执着眼前，因为你可是会失去对全盘的控制。你没发现吗？原本掌握全局的你逐渐被动起来了，身为猎人的你其实早也成为了被狩猎的一方。终于找到你了。